我告诉你，不要往车站想，我就成天苦，天天就郁闷死了。你不能那么想。嗯，坚持一下。 没事，你放松点就行，扎不着你。这里全是菌呢。嗯，140斤，这是100，也什么什么疼，对。嗯，这个指甲扎肉里了，所以你疼。没事，你放心，嘎不着你。哎，我给你修完了之后，你修开了，你搁哪一个多月修都能修。来看不是。啊，您。你这是去年就是那啥，带了两次，完了礼拜六回来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就想回重庆，俺跟他说妈，你必须回来，礼拜六。这个也许会疼一点哈，阿姨。嗯。哎呀。没事，你放手，我嘎不到你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俺跟他说妈，还没人看，你到我礼拜六、礼拜天看孩子，礼拜一再回家，我说好。礼拜六晚上就得这个病，礼拜一早上上医院去，就得这脑血栓，一直到现在没回家。脑血就发现的及时呗。还行，也算可以。头天晚上发现不得劲，完我寻思，赶快你说，先散，不去说，孩子晚上9、10点钟再回来。俺女婿累得要死，我拉倒去，孩子等你，不行，躺着。这黑哥不好使，就拉上医院，拉上医院就开始。拍 CT 片，一拍说这是小脑萎缩，有的是，开始治，治完以后是那个动力健身不有个肾气中医院吗？在那肾气医院按摩扎针，那块好呗？还行，我觉得我还行。